哦，我的发夹，拿下来了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写给我的已经过世的家人。他是我的阿祖，阿祖是阿公的母亲，就是阿祖。对，然后我们感情很好，就是他还在的时候啊，我会白天的时候我就是唱歌跳舞给他看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会讲一些床边故事，然后会叫我唱一些日文的一些童谣或者是台语的一些民歌这样子。然后他走了那么多年，我还是很想念他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。然后去年也有自己做了一张 demo EP 发行，然后就是为了纪念他，对，然后现在还有，还买得到，好，思念。谢谢，思念你。